老铁们，我是袁胖，今天我们来到了这个潍坊的昌乐县，这里是一片大的这个工业园区啊。这个我们找的这个发明人呢，叫做赵修和，他发明了一个提升机，就是把那个有时候把那个空调啊，从楼下提到楼上，还可以提各种各样的一些东西啊。我们去看一下他这个发明到底是怎么回事啊。哎，老张啊，又见面了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这一片都是你的吗？哎，这一片是我这一片一个这个地方。好，你的那个设备现在怎么样了？又有改进吗？设备比之前好了很多了。比之前好很多。比之前好很多。我们去看一下，去你厂房。上里边看一下。啊，这很高大上啊。2000多平方。2000多平方。哎，对。哇塞。你好。嗯、这是在干嘛呢？在组装啊。组装。对。哦，你组装哪一块？安全锁。安全锁。啊，就是这个东西，它也必须要装安全锁。对，就是安全锁那一套。这反应分着组装，一个一个的部件吧，装配好以后，最后，再配齐它。哦，现在装一个真的安全锁要多久啊？安全锁很快啊。啊，而且咱这个很快，之前就装好的这个。之前装好的。装好以后把它组装上就行。就是，如果是说有东西突然嘣掉下来，然后它马上可以保护，是吧？对，它马上以后如果链条出现断裂的情况下，安全锁迅速的起作用。哦，就这样子的，嗯，这是那个提升机，这个下面是一个电机是吧？这是减速机。哦，加速。减速。啊，减速机。对，减速机。哦，减速机。减速机。你这个东西我比较了解，我以前我见到过，因为在网上不是很多人传得很厉害，说你这个，说你这个很厉害吗？我们要不去看一下你那个东西是？哦，那你这个东西当初是怎么想着搞这么一个玩意？当时搞这种搞空调，当时就是我是搞空调的，当时啊，在一个企业做这个空调的时候。提不上去的，就想办法以后就过了现在这发明什么东西去了。啊，这最多能提多重啊？200公斤。200公斤，就是400斤呗。啊，提400斤之上呢？如果我提到了450怎么办？提高了以后，它电机功率达不到。啊，功率达不到。哎，它就拉不动了。啊，就是反正提这种。不算很重的东西。因为这是一个便携式的提升工具。啊。你提太重了，它不。就是失去它的意义了啊，就失去了。一个便携式的提升工具，你带重了，电机太大了，它就没有那么。就会烧掉，可能。便携了。就很危险了，是吧？不便携。机械吧，它这个就是本身就重了，重了以后携带就不方便了。哦，那行啊，看起来这个产品还是很好啊。这个是交流电的，这个锂电池的。这个是什么电池？交流电的。交流电，嗯，这就是插电呗。锂电池是什么一个情况？这个是锂电池的，48伏的。啊，这两台机器哪一个好一点？更好一点？嗯，它发现跟用途不一样。用途？那这种是用啥？你220伏电压的情况下使用，这个在没有电压的情况下使用电池。哦，明白了。就是这个是插电，这个可以是用在野外。这可以用多久啊？锂电池？锂电池像这个160公斤。160公斤提升的高度在30米的话，来上下，可能是8至10次左右。啊，8至10次。啊，8至10次。48伏，20安时的。啊。这个电池。这个锂电池。对。它的使用时间就在30米，160公斤，8至10次。啊，你既然是便携式的，那其实它越轻越好呗。哎，对。啊。这个有多重？这个18公斤都有。18公斤，36斤。36斤。嗯，提起来。啊，这不行。那行啊，我们的老铁们，反正这个是老赵啊，我们看一下他这个产品，这个发明到底怎么样，好不好？看能不能提起来。啊，如果是说哎觉得还不错的，可以多多关注一下。哎，你好。你是？是搞专业的李师傅。哦，李师傅。我俺两个活儿。这个落水管。哦，你是专门装这个管的。对。
平时你是怎么装的呢？这个等于是一个演示是吧？哎，对对对。好，你以前如果没有用这个机器，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啊？以前不用这个机器的时候，是用画扣似的。活口啊？挂扣。挂扣。挂钩的挂。挂钩是吧？挂扣。挂扣。就人吊着。比较危险是吧？现在呢？现在用老早这个机器。要几个人才能操作这个机器？这个机器一个人就可以操作。一个人呐、啊？上面等于是固定好了是吧？上面，楼上已经有固定好了。哦。这是干什么呢？这根绳是？电源。电源。啊、哦。我要上去。上去吧。啊，这么回事。这个刚才上去大概用了多长时间？这个20米吧，有30米吧。这个很快啊。哦。如果平时这个管子坏了的话，不好修，是吧？啊。之前要是坏的话。这种管子容易坏吗？这个管子不怕不破，不容易坏。不容易坏。啊，平时主要你也就是装这根管子，就装这些地方是吧？对对对。啊，把这个管子装上去是吧？对。啊，这个东西比较好使，挺好，谢谢好嘞，那就这样子好不好？如果呢你对这个发明呢感兴趣，你可以联系我们发明迷栏目组，我们会把老赵的电话告诉你们。如果你觉得这个东西不错，你就点个赞。如果觉得这个东西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意见，还有什么想法，你可以呢点击关注，然后留下一些评论好不好？下一个发明呢项目呢是这个潍坊另外一个发明人，他可能是做了一个凉皮机，我们到时候再去看一下。